及时新闻综合报道。有些民众在身体不舒服、气血不顺时，会选择去给中医师拔罐，而这名男网友拔罐的状况则让其他网友大呼密集恐惧症发作。也有网友询问正面要怎么拔，一名网友在脸书社团报废公社分享他拔罐的照片，并表示整个都快拔光了，并透露身上约有50个拔罐器具。只见该名网友趴在床上，整个人从颈部以下到脚踝以上都布满拔罐的器具，就连屁股也不放过。网友见状惊呼连连，留言一种想当刺猬的概念，密集恐惧症，这太吓人了。另有网友好奇，我想问蛋蛋那边也有拔吗？正面要怎么拔？原 PO 则开玩笑的回应，好像多一个了。但也有网友认为，如此密集的拔罐对身体并没有帮助，反而还会伤身，这样拔罐有点危险，这样搞只会雪上加霜，让身体的负担更重，一次泻太多了。中医师看到会拼命摇头，一看就知道是外行民俗疗法，真的找死比较快，并没有比较帅，反而无知找死。